ない何でもない君の笑顔を世界中で僕だけが知ってるほら素敵な君さ目立たなくて泣き虫で寂しげに顔伏せてる山小红豆哦、不对，本名是野山子，因为大家都一句是一句小红豆的关系，最好留我自己的、哦、其实啊，我现在正在单恋着我的同班同学永之助呢。震惊充满泪水的运动会，小健，你看，你把线都画歪了啦！哎，我看应该是你的眼睛斜视了吧？你说什么？少在这里跟我抬杠了，给我好好看清楚吧！小翠又开始痛骂男生了，可是我觉得他没有必要这么凶啊。永之助、啊，可以请你再拉直一点吗？啊？哦，这样可以吗？嗯。这样子就平均多了，可是不会太紧了吗？会了，梁子他跟永之助好亲密哦，就天掉了。是哦，哎，小阿有没有听到啊？啊，左边一点。我说杨子啦，竟然跟永之助说话那么嗲，好像他们两个是男女朋友一样。就是啊，我觉得不是这样哎，杨子跟永之助好像只是两家互相认识的世交而已哦。啊？前几天杨子的妈妈到我们家美容院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啊、哦、原来是这样啊，互相认识的世交。啊、哦、家人呢、啊、上次看到永之助的妈妈一看就知道是很有气质的人，杨子他们家一定也是吧，跟他们比起来我们家呢，妈只是个普通的中年人，打你出去。爸也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出去吧，出去吧，成功了，好哎，好哎，好哎。弟弟的个性又很差劲，实在不是门当户对可以交往的家庭哎。唉，不过我还是不会放弃，期待明天有好表现。毕竟我是卫生股长啊。啊？有人受伤了！永之助，我刚刚冲的有点太猛了。振作一点，永之助。我不要紧的啦，只要有你陪在我身边。你放心好了，我会很细心的帮你疗伤的。我怎么可以期待永之助受伤呢？我真的太差劲了啊！大豆，给我站住！你的摄影机从哪里来的？是爸爸买回来的。爸买的？嗯，对啊，为了明天特别买的，因为明天是大豆上小学后的第一个运动会啊。我入学的时候只是普通的相机。哎呀，因为那个时候啊，比现在要贵很多嘛。我觉得这是偏心的问题啊。姐姐现在正在抗议中啊。真是的，快点回来啦！把刚才录的全部清除掉。袋子啊，根本就还没放进去。啊？什么嘛！太好了，那段自言自语没有被拍到。小子，快点进去洗澡喽！来了。
晴天娃娃，请你保佑明天是个好天气，并且保佑我跟永之助能够变得越来越亲密。来，永之助，把嘴巴打开。啊，小红豆也是。啊啊啊啊！永之助的便当真好吃。小紫来了。小紫，再不快点会迟到哦。今天的便当是豆皮寿司对吧？是是，现在正在装啊。嗯，我倒希望来点特别的。奇怪了，你不是很喜欢吃豆皮寿司吗？嗯，蛮平民化是不错啦，不过偶尔来一些不一样的也很不错啊。你在说什么？妈都已经做好了。看来又要被杨子比下去了。早安，小翠。哦，你走。怎么了？怎么这么没有精神呢？我奶奶闪到腰，没有办法来看运动会了。啊，很糟糕哎。那我去拜托我爸用摄影机帮你拍下来好了。真的吗？拍完之后再拿回去给你奶奶看就好了嘛。好，我一定要加油。因为小翠是奶奶带大的嘛。我真的好讨厌运动会的音乐哦，这样啊，让人觉得好紧张嘛。蛮轻快的，很好啊。啊，接下来是大豆哎、啊，加油，加油啊，加油！你看我爸啦，叫的连这里都听得到。你爸爸很兴奋嘛？啊，大豆跑得好快。你还是爸的孩子。大豆是第三名哎，他蛮不错的，很努力哎，真的很努力哎。我对大豆彻底都改观了，我还说你很差劲，对不起，你真的很努力哎。哦，来，恭喜你得到第三名。好耶，大豆！大豆！啊！爸。一定要帮永之助拍个特写哦，大豆真的好努力啊。嗯，永之助是负责帮第三名的人挂奖牌的话，那表示我跑第三名就好了。预演练习的时候我跑了第二名，那我只要稍微跑慢一点就行了，小事一桩嘛。恭喜你了，大豆。是谁帮你挂上奖牌的？是一个高年级的姐姐。姐姐是哥哥吧？是哥哥吗？我也记不清楚了。搞什么嘛，你怎么老是这么迷糊啊？真是的，本来还想问大豆对永之助有什么印象嘞。接下来是第八项比赛，五年级男生百米竞赛，请各位同学帮他们加油哦。各就各位，预备，加油加油。陈怎么会跑得这么慢呢？我记得低年级的时候他都是跑第一名的。哎，真的吗？换句话说，他现在一定是在放水。为什么？他可能觉得在运动会上拼命是一件很俗气的事情吧。年纪还那么小就有这种想法，太不应该了。小红豆，你赞成我的想法吧？对啊，你说得很对。其实我应该没有资格责备小陈吧。接下来是永之助他们那一组啦。各就各位。啊，就好像自己在比赛一样紧张哎。预备。加油加油。我觉得运动会好像是有什么魔法似的。因为那些男生看起来都比平常更帅。啊，永之助好帅啊。成功，好快啊，
在这个学校里第一个跟永之助讲话的，可是我小红豆哎。永之助是个大帅哥，这个我老早以前就知道了。小红豆，轮到你了啦！啊，各就各位。老天，预备，请保佑我拿第三名。大豆，小红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不可能啦！怎么没有办法跑得更快呢？等等，让我跑第三名！我不行了啦！结果得了第五名，根本就不是放学的时候嘛！就连小虚那么没自信也都跑了第三名，好好哦。杨子也好快啊！小红豆，你看到了吗？杨子他居然放水，这是女生的耻辱。谢谢你，永之助。我没资格说什么，因为我做了跟杨子一样的事。张子真的很可惜。来，你的便当，把这个吃了，好好打起精神来哦。我根本一点食欲都没有嘛！我要开洞了啊！我也要开个大洞了。这是什么东西啊？很可爱，不是吗？真是受不了！我又不是幼稚园大班，我妈做的便当每一次都是这样。你还是喜欢你奶奶做的便当啊？我们家永远都是豆皮寿司啊！豆皮寿司看起来好好吃哦，你要吃吗？真的吗？那我拿我的三明治跟你换好了。好啊，我也要，可以跟我换这个去吃吗？哇，还做了眼睛耶！我妈也真是的，以为什么都加上眼睛我就会高兴呢。没有那种事了，是永之助跟杨子哎，妈妈们也在身边。既然是这样，那下次我也想找你一起来，你愿意吗？真的吗？我当然愿意喽。真的吗？他们两家人的感情还真好哎，感觉好像亲戚一样。小红豆，怎么啦？你不吃了吗？我下午开始会很忙，只要有骑马打仗，就肯定会有人受伤嘛。你在担心保健工作的事啊？我下午当值保健人员，必须过去才行，我先走了。小红豆，小红豆，你是怎么啦？下午的赛程又还没有开始。因为人家不想待在那里嘛。永之助，你真是的。小红豆，你是不是很在乎关于永之助的事？不是啦。真的不是了，你不要乱想哦。果然没错，我早就已经感觉到了。对不起，我不应该说他们像亲戚一样。没关系，他们本来就像亲戚一样。小红豆，大家请注意，下午的比赛即将开始，参加骑马打仗的五年级男生们请立即到入场门前集合。快开始了，要赢了，准备好了，骑马打架快开始了。希望这一次不要有人受伤。
话是这么说没错，可是我心里想的却是想象着要照顾永之助的这种坏事。不是不是，请保佑永之助一定要平安无事。这家伙，加油永之助，右边要到右边去啊。小健好帅啊，去帮小健加油啊。我看还是算了。为什么呢？我觉得小健他好像很喜欢你的样子啊。没有那种事啦，小健他老是说我的坏话，而且我们两个老是吵架。这些我都懂，就是看得出来。怎么说啊？跌下来了，怎么办怎么办？没事啦，小薰。你看他爬起来了，应该没有什么大碍。你没事吧？只是有点擦伤而已。我看还是去擦点药比较好哦。就这么办。你看小健往这边来了。怎么办？我很怕看到血。小红豆，擦药。动作快点呢。我不太会帮人家擦药，可是小薰很会哦。小红豆，小薰，麻烦你帮小健擦药，我去提一桶水过来。等一下，小红豆，你来帮他擦。可是，别说了，要是你帮他擦的话，他一定会比较高兴。拜托你，小薰，动作快点啦，小红豆。好啦，那我来擦药。轻一点，不要弄痛我了。我知道，我尽量好不好？来吧。好痛！我不是告诉过你，动作要轻一点的吗？我不是也说过，怎么可能会不痛嘛？如果我是小薰的话，我一定会想要逃掉吧。他没有逃，就这样一直看着，真了不起。我应该要向小薰学习才对，看到了不想看到的场面，也不应该掉头就跑。好了，包好了。还不错嘛，谢啦。小红豆，谢谢你。不知道为什么，好紧张哦。我看得很仔细，下次我一定可以做得很好。这么说，还要叫小健再受伤一次才行咯。哎，班加油！要是输了，我可不饶你们哦。班级接力赛已经开始了耶！我们班跑第三名耶！我们会赢吗？没问题的，有永之助跑最后一棒啊，一定会赢的。你说的对，加油，永之助！超越一个人了，加油，冲啊，永之助！哇，好帅啊！两个干嘛跑来帮别班的加油啊？因为他实在太帅了。就是啊。耶，赢了，赢了！万岁，万岁，万岁！永之助真的好厉害啊！我们赢了，我们赢了！虽然我也很高兴，但是我有种永之助离我越来越远的感觉。好，马上回去进行编辑。希望你今天拍得很好。没拍好，那就是摄影机的问题了。要是不用整理场地的话，那运动会的确是很好玩了。小健，你好好的拿着啦。我是肖焕呢。红豆色，真的好可惜哦。永之助，要不是起跑慢了，你一定可以拿到第三名。你有看我比赛啊？我都准备好粉红色的奖牌了呢。你也跑得好快哦，真厉害。哦，还好啦，不过跑得太猛，肚子饿得咕咕叫呢。对了，
我的便当还剩下一些，如果不嫌弃。真的吗？太好了！我要吃喽！真好吃！红豆笋的妈真是个料理天才。没有啦，我还要再吃一个。看他吃得这么津津有味的样子，像我没有食欲而留下了寿司，真是太好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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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翠，我把录音带拷贝好，明天带来给你看。谢谢你。小红豆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开朗啊？有吗？我一直都是这么开朗的。小红豆真的有一点奇怪哎，难道是跟永蜘蛛有关？嗯，没事没事，我在自言自语。我回来了，姐姐快来看快来看，我正在跑步哎。你回来了啊？我来的正好。你运气真好哎，接下来就正好是我的镜头。谁管你？我又不是想看你。哦，加油加油！好嘞，大动！拍得很不错哎。我的技术很好吧？应该是摄影机好吧？啊，可惜只差一点点。还是第三名啊？那是当然的啊。我真正想看的是这段的后面。大动在第一次的运动会中以第三名画下句点。快点快点，对摄影机摆个姿势。耶耶！骗人！哪有骗人？是真的，你看了。怎么啦？没什么啦。接下来是小子。这段按快跑。你在拍什么啊？没有了，这段按快跑。你看，又拍妈妈。讨厌了，我有这么胖吗？摄影机拍的都会比实际胖一点吧。好，结束了。哇！这样就没了。对啊，爸爸拍的还不错吧？那骑马打仗还有最后的接力赛呢？因为没有认识的小朋友，所以就没拍了。怎么会这样？不过小翠的部分我都拍起来了，你放心吧。谢谢。爸也真是的，竟然只拍到永蜘蛛的后脑勺，不觉得这样很过分吗？不过算了，在我心里面的那个摄影机用超级特写镜头拍下了津津有味的吃着豆皮寿司的永蜘蛛的样子了。大豆收到了一个棒球手套，又旧又脏的棒球手套，到底是谁拿来的？永蜘蛛！糟了，那得回格里才行啊！大豆，去把送你手套的哥哥带来家里。永蜘蛛又到我家来了，怎么办？小红豆下一集，脸红心跳，永蜘蛛到家里来做客。ただ寂しくて、ただ恋しくて、僕ら抱き合ったわけじゃない。ふとよぎる悪い予感ほどくように、君は。大切口は